经过近一年的休养生息，周迅终于一口气带着三部电影与一部电视剧满血复活，回到粉丝们面前。4月28日，周迅与刘青云、古天乐、叶璇一同现身新片《窃听风云三》的北京发布会，有两位型男伴在左右，不知周迅更倾心哪一位呢？没来的那个不是别人，正是所有女生心中的男神吴彦祖。这样的结局让古天乐和刘青云情何以堪。不过在片中变身绝对高富帅的刘青云可是一点都不在乎。在我来说，我投资电影的啊，每年的女演员我都喜欢的。刘青云大哥，你也太实诚了，这样的话怎么能随便说嘛。不仅如此，在片中窃听与反窃听玩得起劲儿的几位主演私下里也有自己的手机保护攻略，不想手机内容被别人看到，请看不靠谱的刘青云怎么办。我的电话里面，我所有的朋友的电话都是代号，对，都没有真实的名字，没有号码跟名字都是代号，我自己也忘了。你看到你没有？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的电话不要，很简单，一盆水，加点水，你要把电话掉下去，放一年，什么记录都没有。按青云大哥这神思路，大家都把不用了的手机扔到海里就是了。了解更多娱乐资讯，请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关注56娱乐官方微博。